是我带来的，就是为了手下那些染病的弟兄，为了程大哥的救命之恩，我也得加入。你算我一个吗？师傅就算上我吧，我还是挺有用的。你一个小孩子有什么用？哎，小姑，你可别小看人，一碰我师傅，那登梯爬高、上房揭瓦，钻个通道、走个钢丝，大人干不了的事儿，我都能行。好，算你一个。 谢谢大家，程大哥，你说吧，要我们做什么？我们现在必须要做几件事。首先要尽快将你手下染病的弟兄送进医院接受治疗，不能让瘟疫传播的范围进一步扩大。 可那么多弟兄都住院，这要花多少钱呀？我身上……钱我去想办法。你要做的，首先是将货物妥善保管好，千万不要再出纰漏。第二，你手下染病的弟兄明天就要住进医院，在此之前，你要将他们全身用布包裹起来，绝不能让他们在转运途中再传染其他人。这件事由玉仙和景彪帮助锦玉完成。好，放心吧，绝不会再出岔子了。货物隐藏的地点你要详加查看。嗯，好，交给我吧。货物藏好后，将所有铁箱的钥匙交给玉仙保管。好。第二件要做的，就是要尽快找到逃走的中村一郎，从他口中。 到哪儿去找中村呢？他逃出药铺，混进人群，要找他好比大海捞针。哎，他奶奶的，早知道他要跑，当初就应该打折这王八蛋的腿。<笑>看看你，张口打闭口杀的，哪像个女孩子呀？这将来可怎么嫁得出去呀？啊！嘿，这你可就不知道了。 我们玉姐呀，可算得上重庆这三码头四档子上最大的大美人了，有多少人惦记着呢？<笑>这别瞎说。<笑>锦玉啊，不用你打折她的腿，我也能够找到的。嗯？啊？我们只要设身处地的为她想一想，就不难明白这一点。为她想一想，这是什么意思？ 你想一想，那天夜里在吉仁堂药铺洗耳房中，所有接触过那只摔破的小玻璃瓶的人，现在都已经倒下了。中村一郎会例外吗？对呀，这个王八蛋一定也染上了霍乱了。哼，活该，死了才好呢。不能让他死在外面，否则会传染很多无辜的人。所以。 不管出于哪种原因，我们都必须尽快找到他。不错。你们大家都想一想，
假设这个中村一郎也染上了瘟疫，他第一选择会去什么地方呢？来，如常肯定知道。这还有什么可想的？当然是去医院看病啊。一个身染重病走投无路的人，除了医院还会去哪里呢？就像溺水的人会抓住一根稻草救命，中村一郎肯定会到医院去。现在的问题在于，我们首先要摸清宜宾市总共有多少家医院。我想这件事由雅琴带着如常去办吧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嗯，我们都忙去了，那你呢？呵，我要去见刘天龙，他还欠我100根金条。开门！打开寨门！进来。哦，李善。老板，有事吗？红雪儿和吴叔斗回来了。程涛呢？没有看到程涛。怎么，只回来他们两个？嗯。叫他们进来。是。进来吧。老板。老板。程涛呢？
程唐、林雨仙、赵雅琴为了避开我们，暗中下船，不知去向。啊？不知去向？嗯，哦，这是林雨仙留下的纸条。情况紧急，不及叙述。转告老板，三日后到达安顺寨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看纸条上的笔迹，确实是林玉仙的。这我知道，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。程唐诡计多端，老谋深算，而林玉仙又是个喜欢感情用事的人，我担心他会利用林玉仙耍什么花招，暗中对付我们。老板，我想应该不至于吧，你已经向他表明了讲和的诚意，而且又有毛局长亲发的电报，他怎么可能无端的挑衅？如果他想对付我们，应该直接到安顺寨来才是，为什么要留在宜宾？嗯，这的确很奇怪啊。难道真像林玉仙纸条上说的那样有紧急情况？嗯，也有可能。程唐这个人做事是很难讲的，对他要加上一万个小心，绝不能大意。嗯。瑞山，嗯。老板，有什么吩咐？你马上安排一下，我们立刻启程，赶往宜宾。是。猎鹰来了，在哪儿？在一进院中，快请。是。大侠，我们老大在正房等候，请，请。猎鹰老兄，别来无恙啊？一切都好，多承刘当家记挂。请。怎么样？那批货有下落吗？你能给我形容一下那批货是什么样子吗？我还以为你已经找到那批货了，看起来是我太乐观了。能够回答我的问题吗？嗯，好吧。其实我也没见过那批货，只是从雇主口中得知，那是十几只小铁箱，里面装着褐色的玻璃瓶，箱盖和瓶子上有日文标注。日文标注的内容是什么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猎鹰兄，不是我信不过你，但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。你答应过，如果三天之内找不到货，就将如常和警标交到我的手里。刘当家，我今天来是来拿那100根金条的。猎鹰兄，没见到货，凭什么给你钱？没有见到钱，我凭什么让你看货？好啊，
要见钱容易。看到钱了，那就请老兄把货拿出来给我看看吧。嗯，对，这就是那批货。它放在小铁箱里，一箱有46只。铁箱盖上写着石井部队细菌战专用试剂，这瓶子上的标注写着2号病毒活体试剂，高度危险，是吗？不错不错，雇主是这样说的。看起来刘当家早就知道这些文字的意思，刚才是在跟我演戏呀。哎呀，烈英兄，是雇主让我严加保密，我这也是迫不得已呀。你我既然合作，就该相互信任。刘当家再这样藏头露尾，在下可就要怪你了。是是。哎，这么说货已经在你手里了？正是。这也就意味着今天就可以把货交给我。为什么？有些事情还没有处理完，而且我说好的3天后交货，对吗？那倒是。今天我来，第一是让刘当家验明货物的真假，第二是要拿走我的钱。这货物未付就将全款提走，这不太合适吧？我们在船上约好的见货付钱，是吗？话是不错，可是怎么，刘当家想赖账？哎，话不能这么说。烈英兄，这样吧，咱们还是按照江湖上的老规矩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哎呀，烈英兄，我向你保证，只要你交货，100根金条一根不少的付给你。哼，这里可不是重庆轮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来人，